伊无讲台湾要搞什么，伊五孔年1950，诶，10月27，突然总统美国，突然总统就已经发表一个声明，台湾的地位要未确定。这句话讲出来足清楚，过去的开罗会议，过去的普桑宣言，交拢无算数。此其第一，看太平洋地区安定下来，要安怎？我去大家来商量。第二，联合国看安那想要来处理台湾的代志。第三，爱日本和东属国，比如讲战争的时阵，顺序是中华民国，无甲含中华民国来开会。来决定看要安怎。结果吴金山的合约，并无写台湾要什么人，一团的条约，52年4月28日生效之日，也无写台湾要什么人，拢总无写。所以台湾问题绝对和中国的内政、共产党甲国民党的内政无关系。台湾问题和中国无关系，台湾和中华民国不是相像的一个概念，完全无相像。这是咱大家拢知影，一定要坚持的一个想法。拄则来讲，1950年，1952年，1945年，10月25日。等等这时间，咱台湾人无得到一个 information， 还是讲有知影，还无甲注意。我来讲蒋介石的这政权，蒋介石是1946年伫中国制宪。1947实施宪法，宪法实施了，选总统，5月20日就任，伊做总统，伊做总统了，隆重8个月，伊伫1949的4月21日就死掉总统的职位，这个真侪人无一定了解。准则了解，把他们不值得的回忆，无甲注意。以隆重时间正式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8个月，李宗仁代替。但是伊家己伫台湾这个所在，1953年3月初伊就讲我阁倒来，伊来当安尼倒来的心念，咱在座诸位拢会知，莫着李少奇总统的头前讲我来啊。总统是我在做，安尼嘛会使讲，咱讲安尼头壳问题，咱若去用讲头壳问题，啊，就是蒋介石迄阵头壳问题，完全共款的情形，咱拢无注意到这个，所以伫52年的签约、日华的条约内面，无国家的元首，无国家的元首，用当时的外交部长叶公章代替伊来签。即随看来知影，即个毋是真正有国家组织的一个政府的代表关系，国家的代表关系。所以大家即摆来讲日华的条约讲安怎啊？伫我来看，今仔人咧讲笑，但是马英九看安怎讲安尼？即摆因遐个中国人讲的，是安怎台湾是中国的？理由我讲给大家听。这不是我讲的，是因遐人讲的。啊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阮的，自古以来就是阮的。另外，台湾伫
国际社会大家拢知影是中国的。第二理由，第三，开了会议，波士顿的会谈那边，拢讲台湾要向中国要响应。1941年12月7号，蒋介石用全世界声明，所有一切无平等的条约全部取消。这是土匪，还是无受到法治教育的人的做法？因为条约无迄个单方面，甲讲安尼无算数，无这代志。条约两国以上的人做伙来签。两国以上的人做伙来签，才能解决。无伊就讲我安怎讲就安怎算啦。这也是中国讲台湾是因的理由。也佫讲台湾，阮事实上现在占领，虽然唔是阮共产占领，有若阮中国人伫底下占领。另外，阮占领的时间已经超过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即卖已经60、70年啊！这就是中国人咧讲，台湾即块土地是因的理由。我先讲，这理由每一点特别来分析，拢敢若含土匪咧讲话。啊，恁有阵时感觉读册人含土匪讲话哦，毋知变哪讲起。啊，这就是安尼。所以咱台湾人要有信心，台湾是属于咱台湾人的，看要用什么方式。但是在列强这中间的运作的中间，牺牲台湾60、70年，所以有这个各项的各所各来比较。在电话里的时阵，我知影的 information 就是电话里通知。国防单位、国务卿、国务院、北京安全会议、司法部、CIA， 几个单位讲恁来者，人甲恁告，佮讲恁面试安尼，因这人要求人员要求要提 passport， 安尼安怎看？电话你不爱插，不爱插你。最后，伊就讲安尼一个案件，我袂当处理。怎提起高一、高中法院、高中法院迄年，我亲自去参加，我一个第一排听讲室的第一排的电影。因为法官要入来时，阮大家看伊大家做入来，因个律师啊，甲迄个法官拢有大家见过面。尤其国务院派来律师，叫做徐世阳，啊，看到我发言的单。是讲，啊，你是哈佛毕业，我是哈佛毕业，这条是我哈佛的后生，上过年代，我哦，安尼恁后生哈，我意思，真实的我半个笑讲，咱唔是同辈，我后生唔同辈，这意思啦，啊，大家又安尼，哎，讲些笑话，哎，就做代志啊，问话问啊真详细，判发落来，是。2009年10月，看过来，讲啊，这个高一的时阵，有去要求国防部长几个单位过来，哎，我已经跟你讲过啦，哎，当时都无讲啊清楚，再来一摆，所以因遐人为着要去高中法院，要去问问讲人，跟你告啥，恁安怎看？结果咧，因遮。美国有关的行政单位共同的一个结论，迄、那个结论因哩并无人话讲，讲这个结论就是人甲恁告，即个告诉即个问题，的法律观点者正确，无唔对，恁就照安尼去思考就好。结果高等法院想想啊。到尾判决是安尼写，讲台湾现在每一人处在一个无国籍的状态。台湾现在伫国际上是无一个
世界组织、国际组织承认的政府的存在。台湾大概是伫迄个政治的连接内面，台湾这个所在，每一个人是一日过一日的生活。迄句话讲在是真悲惨的话，敢若动物、敢若狗仔都有生命出来，啊就安尼啊到死亡为止。意思讲，人生的意义，真高级的社会、文明社会，做一个人应该有的尊严，应该有的幸福的生活，恁台湾人认识吗？一部分就是款意思，写得明明白白。啊，因为这个告诉是欲，唔盲讲台湾会当互司法机关以三权分立。我头我咧讲高等法院，所以人认讲啊，高等法院台湾才高等法院，啊算啥物啊？唔是安尼讲，三权分立的司法，我徛伫司法，我咧讲你并且爱做，那无做我对你咧真诶，是即款诶真严格。所以迄阵关系爱伫最高法院抗决伊呐。看别安那讲，结果最高法院用 deny 一句话，含咱遮个诉讼的定数来讲，并不是或者驳回意思，并不是驳回意思，差不多是咱遮个话内面定有发回动，等看法院要安怎解决。因为高等法院已经讲一句话，拜托你，你唔通。告诉人啊，你唔通要搞阮司法单位一脚刮破咧，要打过迄个行政迄个 trespass to administration， 袂使搞我的脚掠伊咧，迄、那个行政部门咪三管分立，我司法就司法，我讲到这为止，我已经讲台湾的现状是安尼，阿变安尼进一步是行政的代志，唔是我的代志，所以即、这个高等法院的判决即个。一些自然的一个研究的中心，来想看美国人的态度是什么，司法我们的态度是什么。但是嘛，讲到咱的环境拢讲好些了，咱来看亚洲的环境。我昨下摆日本人咧讲话，同埋我就讲一句，我无答案的话，我讲按照恁明治维新的时阵，遐尔那济高人出来。啊！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煞无特别吼遮优秀，非常 outstanding 的人伫世界的舞台内面咧发展，看下安尼。我们新加坡安尼一粒仔的所在，哪有人讲过世界的主流？啊！你日本遐尔强的国家，无人讲的。哎，大家看下头，头壳清醒，感觉确实就是安尼。我讲唔是安尼尔吼，尽管一年。一个每个兄弟，啊，这边来做代志，一年到一年外，啊，这边来做代志。你敢若家庭一个家长入面到地方，今仔搬迁时阵，我嘛爱烦恼，烦恼到好势个，嘛在相当的时间，变啊一个国家一年做一下。所以日本人那即马开始有一个觉醒，美国即马和日本的关系是家庭而已。啊，搁现呢？今日上过大尾个，啊，搁你无大尾袂使。美国真矛盾，啊，日本人即款一波一波，想要讲伊应该安怎做？我八月初，伊遐个大学生有一寡大学生，无论伫伊几工啊，伊来台湾，我讲你是来，伊飞机四点外到来，我讲我七点前接，我先。表示我的意义，爱人来，我们要表示对咱这个对日本的经济关系是全世界第一的。我这个吼是拢无言无言的心声。台湾人和你日本人的关系就是安尼啊，用什么方法拢袂当说明的。美国敢有你赫侪钱？韩国人甲恁即摆有赚真侪钱，中国人甲恁赚较侪钱，你以为第一钱出来？台湾人。点点集体的，啊，无个光顾的。我这个简单的组织，咱一个泡沫少发的电工党，我给集100万以上的入票，万万本本一个月都无减，
到尾佫加两，因为到尾挥手吼，我感觉加两刚刚清楚起来。提起日本的代表处，高龄老会啊，转移啊，当时有一名转会啊，就感谢陈会，我做了尽心尽力。日本人现在对台湾的感情上啊，非常接近，非常重视台湾对我真正的真正的代志。日本人渐渐会当伫台湾这个所在，知影台湾有台湾人，有中国人的问题。台湾人当然包括是客家人，或者是原住民，或者是咱讲做河洛人，或者是各种以后来讲台湾，真正要以台湾做永远的故乡的人。这些人是真正台湾人。啊，若是按中国过来遐人，伫我个人的看法，你若毋是当时做伙咧陷害台湾这些人的，这些人的时阵，毋是的时阵，你要认同这个所在，我哪信你台湾人？但是袂使讲，我住湖北，住外口湖北，讲我是台湾人，啊，咱就欢喜啊，我安尼好 ，no。要讲伊是台湾人，个经过咱认可，讲伊会使做台湾人，是单要准伊，毋是讲伊讲伊台湾人，咱就讲 OK， 毋是安尼讲。另外咧，伫台湾遮经常帮忙遮中国来遮政府，六七十年来做台湾人个陪伴者。这是咱专心正义的时阵，一定要算个清楚的人。起码咱知影记录个记下，别个来这个代志一定要清楚。专心正义无清楚袂使。现在我要讲一句话，今仔日伫嘉义的所在国民党的政府，敢安尼乱来，马英九违背宪法，违背宪法。所做就是犯法咯，伊敢咧直直做，啊讲话直直讲，现在继续直直做，真简单。因为讲三四十年的专业经理，台湾人做袂出，专业会专业经理做袂会，无做出来，所以伊甲你看法，你台湾人无能力，所以伊敢安尼做。人家又怎么样？所以我现在真认真地想这个事情。其中的一点，我直接跟主任报告。咱知影国民大会代表过去，有国民大会代表，有制宪国大的代表，注意知影这个概念无相同。有制宪的，有国民大会代表。制宪就是讲，伫1946年去南京参与中国要制宪，迄个时阵国民政府要制宪，咱台湾隆重选出18个人制宪，其中一个是华侨郑丁，迄不是台湾人，迄无像迄名，这个名额甲咱各个台湾。当中17个，这个职业团体占其中的6个，普遍算出来叫出来11个，因是11月初7，46年11月初7，我只来讲这个年过吼，无民国几年，我无民国几年头啊，我跟人讲1949。可能含注意咧算，来减钱了，11年减钱。